他这个屁股怎么这么翘？改过了。可以。Nice。啥？哎，我还以为被塔打死了。都被他打的，撤撤吧，溜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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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哦，骗了，这个打完了，哎，可以，都是我们的，嗯，一波了。哦哎，你妈！啊！这个蜘蛛长得比梦魇大。打两个。哎呀，你这把他烫死了！他半天不掉送叮叮当当，别送了这个，漂亮，小心点，我又不会捡人，哎呀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操作不起来了，哎呦，哎，我发现 Q 直接太短，没准。哎，我闪现都下技能下，哎呀，啊，我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一个闪现没闪下去，照不是快。看来什么？双杀了吗？不是，你不双杀了吗？不是有个闪现？漂亮，赵博士，舒服，回家了，一个 Q。开眼了，开眼，老头开眼。对，这自己伤了，加五级那个。下了，艾克来了，艾克来了。艾克，艾克到了。漂亮，漂亮。还有大的，还有大的，咱可以大，这怎么打？可以尝试一下，开点。来了来了来了啊！哎，这便宜把我打死了。哇，他在你那个圈里面，大哎呦，躲了一个，躲了个 Q， 厉害啊！黑掉 S 三，漂亮。E， 那没了。
吧。对，缺人。A 他 ，A 他，漂亮！现在我站在原地，动都不能动。哎呀！对面打野来了，对面打野来了，对面打野，好吧，那是吧，又赚了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A 快等 AD 看看，哎，没跟上我们，也没看，咋回事呢？我这个完美大招，咋回事呢？老大啊！快点，快点！不是什么时候正确点名？今天吗？今天，今天啊！快点，老好友，你怎么还敢说人家？哦呦！凯旋，给你漂亮，啊、爽！谢谢赵博士，哦、赵博士牛逼！对，我闪现那么漂亮，躲他大招了。想帮我把这波线清了，没事，还点技能，没事，别滑。哎，我杀五个人，这 CM 放不了了。大局已定。一个吸血可以吸上来，有红 buff， 全家包回，全家包回，全家包回。第三了。哎，没有用，剑姬就切我，打不过了。剑姬，剑姬，他带这个小月这个傻子打野是怎么打呢？啊？怎么打呢？他怎么又死了呢？是吧？金金限制不住、啊。金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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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秒秒都没用过、啊，我操！大局已定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关注、点赞、投币，爱你们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